请掀开经本第44面，我们从头看起。佛有不可思议数，都率土天王。所谓知足天王，喜乐海极天王，最胜功德床天王，极金光天王。昨天介绍到此地，今天我们再看第五尊菩萨，可爱要妙目天王。天王德号里面，虽然只说妙目，而实际的意思，圆满的含摄了六根，莫妙。也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没有一样不妙。妙的意思就很丰富了。我们世间人这个六根不妙，诸佛菩萨的六根妙，差别在哪里？我们的六根是四大色尘变现出来的，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六根跟我们其实没有两样啊。为什么他妙啊，我们不妙？由此可知，妙实在是讲的心。六根能够不染六尘，这个根就妙。楞严经上佛教人修行的方法，教光大师说得好啊，舍施用根。我们凡夫用食，用食这个六根就不妙，也就不可爱了。如果用根呢，那就妙了。这个根，诸位要知道，是指根中之性，这就妙了。比如说是眼根，眼根是色法。眼根之性，见性，那就不是色法了。真如自性，在眼叫见性，
在耳叫闻性，在鼻叫嗅性，在舌叫尝性。你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是六根之性，那就妙了，那就可爱乐了。什么人会用？诸佛如来、化身大师就会用。凡夫不会呀，不但六道凡夫不会，四圣法界里面也不会。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包括藏通之佛都不会。教光大师注摄楞严，为我们提出修学的纲领。他讲的没错，实在说，那也就如同禅宗慧能大师所谓的，这是戒引上上根人。如果不是上上根人，你不会写实用根的。设法界里面，菩萨佛还是用时，不过他们用时用得很纯正，接近根性，但是还没有能够真正做到学识有根。楞严所说的舍实用根，跟法相唯识里面所说的转摄成智是一个意思。转八识成四智，那就真的用根中之性。当然，这个地方这是地上菩萨斗率陀天王，使三地菩萨示现的，他们是化身大师，六根的根性可爱呀！这个诸位要知道，根中之实不可爱啊，那是有为法啊。根中之实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啊。你们度过百法明门啊，一开端就说这个心法、心所法啊，色法不相应心法，这些通通是有为法。有为法有生有灭，怎么会可爱呢？如果能够转有为成无为，那就可爱了。所以此地这一位天王呢，教导我们修行要掌握到
总原则，你才真正会修啊。宗门里面所谓从根本修，教下净宗又何尝例外呢？抓住根本就可爱了。六根可爱，六尘也可爱，没有一样不可爱，这个才是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天王德号表这个意思。第六尊宝峰净月天王，峰跟月在此地都是比喻，峰是山峰，形容它高。形容它很显著，一切众生都能很清楚、很明显地看到它。月表清凉，那么在一切法里面，哪个法最高？宝，宝代表我们的性德了。世出世间一切法，为什么称佛法身为三宝？而且这个三宝是非常突出的珍宝啊！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能跟它相比。世间七宝，这是佛在经上常讲的，这些宝物能令我们富裕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你得到这些叫财宝。佛法里面讲的三宝，能令我们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圆证无上菩提，那才是真正之宝啊！换一句话说，世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能解决的，不但能解决，而且都能得到大圆满。佛法僧三宝，我们认不认识？说你不认识，又好像认识。说你认识，实在你很含糊啊。慧能大师
把佛法僧三宝解释为具恶真经，这个意思明显的多了。而《无量寿经》经体，特别是宋译本，也就是夏老居士汇集本的这个题目的后半段，清净平等觉，这个题不是宋译的，汉译的，这个佛说大乘无量寿啊，庄严，这个题是宋译的，他是把两个经体合起来，真是汇集的太圆满，自己没有加一个字，汇集的非常自然，非常的圆满。清净平等觉就是三宝，清净是僧宝，佛家常说赞扬出家比丘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清净是僧宝，清净是戒学，平等是法宝，平等也是定学，诸法平等，无有高下。经上特别是华严上给我们讲的，一切一切一切即一，那个一是任何一法，可见的它是平等的，并没有特别单指某一法，法法皆如，法法平等。觉是佛宝，这个不必多解释。所以清净平等觉就是三宝，也就是三学，戒定慧三学。那么这样说法，听过《无量寿经》的同学，现在读诵《无量寿经》的同学很多，比较上清楚一点。但是起不起作用，这就很难讲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起心动念，跟这个三宝相违背，还是迷惑，迷就不觉，还有邪思。有邪思就不正了，不是正知，还会被外境污染，
被污染就不清净。因此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功夫都不得力。换一句话说，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不得受用啊，依旧是生死反复，每一天所造作的还是干的轮回业，这怎么得了？真正觉悟的人，真正会用功的人，就是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念念自自然然与觉真境相应，这才叫宝峰啊！这个如同净月，宝峰是比喻你成就的圆满，净月是比喻你受用自在。我们讲的你的生活享受啊，像清凉月一样的自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具体修学的方法，实在讲无过于念佛堂。有一些在同修在念佛堂得利益，逐渐呢接近这个境界。我不敢说你们弃儒，为什么呢？三天不念佛，老样子就恢复了。没儒啊，只说你接近了啊。当然，我们时间还不够啊，无世界来的烦恼习气哪能够在三个月就断掉了？那不可能的事情啊！三个月要是能够把习气烦恼断掉，你是再来人啊，你不是凡夫啊！凡夫之人，一般讲呢，总得要3年到5年，这是正常。3年到5年不离开念佛堂，凡夫能成就。那我们要问，什么样的凡夫能成就呢？凡夫之人根性也有利钝不同啊，烦恼习气也都不一样啊。其他方法用功成就确实不一样，念佛堂的成就平等的，岂不闻无量寿经经题里面告诉我们，这是平等法。平等法
能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立根能成，顿根也能成，积功累德的人能成，造无逆失误的人也能成。法门不可思议，其他的法门里面没有这个说法，唯独念佛堂很特殊，它是平等成佛的法门。能够入这个境界，我入这个境界要有耐心，进入念佛堂一定是万缘放下，一个杂念都没有了。这是功夫，初入念佛堂杂念还是会起来，不要害怕，不要打妄想，不要想着杂念，一心专想阿弥陀佛，你的妄念逐渐逐渐自然就少了。我们在印祖文钞里面读过，真正用功功夫得力的人，念佛堂念了三年，一支香里面呢，偶尔还有两三个妄念。一支香是一个半小时，那个功夫相当不错了。一个半小时只有两三个妄念，真正是烦恼轻，智慧长。所以禅宗里头常说的照顾话头，我们念佛堂套他一句话说，照顾佛号，念念不忘佛号，其他一切杂念自然就没有了。这个样子你才能够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譬如净月，那是正受啊。第七尊最胜永建立天王，这个名号是从比喻里面建立的。永建，永是勇猛啊，大乘法里常讲的勇猛精进，勇猛精进达到最殊胜，大概就像《无量寿经》上形容的法藏菩萨，法藏菩萨他这个修行勇猛，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能够做得到，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大陆上有一位法师，
试试看，念佛念上七天七夜，不睡眠，不吃饭，看看行不行。这个七天七夜只喝水，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七天念圆满了，身体容光焕发了，越念身体越好啊，越念色相越端严，这个是一定道理嘛。七天七夜专享佛嘛，他的面相啊逐渐逐渐就变成佛像了吧。这是最深勇见力的表现啊。这种能力我们世间一般人讲潜在的能力，实在是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都有不可思议的潜能，只是他没有能够发挥出来。为什么不能发挥呢？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你发挥不出来啊。为什么有一些人能发挥出来？他克服自己烦恼的习气，吃饭是烦恼习气，睡觉也是烦恼习气。佛在《大小乘经》里面跟我们讲，叫无盖呀。盖是盖覆了自己的真如本性，五种啊，财色名食睡，也叫无欲，也叫无盖，把自己性德盖覆住了。诸佛菩萨他没有这五种障碍啊，财色名食睡都舍得干干净净，他不要了。不但是诸佛菩萨没有，高级凡夫也没有啊。佛给我们说三戒，欲界才有这五种障碍。财色名食睡无盖啊。色界天呢就没有了。初禅以上的天人没有饮食，吃断掉了，睡眠也断掉了。佛经上告诉我们，色界天人眼睛都是很明亮的，都张得很大了，没有眨眼的。欲界才有啊，色界没有啊，没有睡眠。
所以这个睡眠跟饮食都可以断掉。那么财色名就更不必说了，更容易断掉，清净心才能够现起。你这个最深永见力就显露出来了。当然色界天人、无色界天人根本的执着没断，所以还是处理不了三界。法身大士不一样，所以显示出最深永见力。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听到这句话，升起羡慕之心，我们也想得到。实在是，念佛人比修其他法门的人确实是容易得到。我们在念佛堂只要有决心、有信念、有毅力、有恒心，一直念下去。我们是凡夫，业障习气很重，可以采取地仙老法师教锅炉匠的方法，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立刻就接着念，决定不能够偷懒，决定不能够懈怠。实在念累了，是自己业障现前，没法子了，去休息一下。果然能够这样念，我相信念到一段时候之后，你就能够进入很好的境界。你二六十钟不会疲倦的，不会懈怠，不会退转的。每天很短暂的时间休息，你的精神体力就足够用。何况在念佛塔，自己要发心，又得诸佛菩萨的加持，天龙护法的护佑啊，不难恢复啊！最深永见力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居住的。那么现在世间人讲的是潜能，潜能是你自己本来有的，你这个能力可以恢复，可以现起，有这个能力无事不办了。我们用在道业上，用在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上，
我们说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这里面最重要的戒引众生，也就是说将如来正法介绍给众生，推荐给众生，帮助他起信，帮助他开解，帮助他修行，帮助他起入正果。这个没有最胜勇见力做不到。但是最胜勇见力一定与三宝相应，与清净慈悲相应，才能显示。第八尊金刚妙光明天王，大乘经里面凡是提到金刚都是比喻自性本具的般若。金刚妙光明，这是比喻自性般若的其用。既然讲到自性本具了，哪个人没有呢？故德给我们说，人人本有啊，个个本无啊。正是出现品里面世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在内呀，我们自己确实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智慧金刚般若，德无量的神通，无量的能力，能现十法界一真庄严，这是你的德。相正是大经上所赞叹的，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我们想想看，我们自信的智慧德能全都没有了，这个没有了不是真的没有了，没有起作用啊。为什么不起作用？佛给我们讲两种障碍，障碍住。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俗智障。这个在此地我们也不必细说。
所以我们常常要想到这两种障碍麻烦啊。这两种障碍害了我们生生世世过这个苦日子，在六道里面还继续不断在造业。所造之业，善业少啊，恶业多啊。善业的力量薄弱，恶业的力量强大。将来死的时候，佛说得很好，强者先亲，死了以后你就投胎，你到哪里去投胎呢？你的业力当中哪个力量最强，牵引着你去投胎。人要想到这桩事情，想到这个时候，你能不惊心动魄吗？你能不恐惧吗？那么要怎么办？佛法能帮我们的忙啊。佛法把这个道理讲得很透彻，事实真相啊，说得很明白。我们自己要能懂佛所说的意思。开经偈上讲，愿解如来真实义，你要真懂啊。懂了之后啊，要真做啊。怎么个做法？善导大师讲得好，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都是利益众生之事，我们要做。随缘随分，尽心尽力去做，利益众生。凡是伤害众生的事情决定不能做。你要知道这个原则，那就断恶修善。那么这佛说的很多很多，要牢牢地记住，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用功夫啊。这一个念头起来了，想想我这个念头是善还是恶。我这个念头佛许不许可我起这个念头。所以经要熟啊。经要不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学就没有标准了。熟读经论就是把这个标准记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虽有起伏，不立这个标准，这是我们初学入手之处啊，不立标准啊。如果你觉得经论太多了，你记不住佛给你讲的最简单的
十善业道，这是最简单的了。比这个稍微详细一点的，《观经》上讲的净业三福，三福虽然只有十一句，意境之深广，可以说把整个佛法都包括进。我们可以称它作佛法的大宗持法门，从初发心一直到无上道，都不离开这十一句。我们不能看清的。那么讲十善，只是第一佛里头的第四句一句，修十善业这一句，我们不妨从这一句下手。渐渐把自己的境界提升，要锲而不舍，勇猛精进，你能够这样修学，如理如法的修学，你的心自然就清净，清净心就生实相，实相就是金刚般若。那么由此可知，金刚般若所放的妙光明啊，就是无尽的菩萨心。如果我们要是说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应化在六道，应化在十法界，随类现身，随机说法了，那就是金刚妙光明。这是我们要知道学习，要知道从哪里学习，决定不能离开智慧。智慧的最初方便是什么呢？现代人所讲的理智。你要常常保持理智，常常保持头脑的清醒，不可以感情用事。理智的对面就是感情，感情是迷邪染。那么你就晓得，理智虽然不是觉真境，它与觉真境相应，它不属于迷邪染。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能够有理性，这是最初方便。要真干，
要有恒心，要不退转呐、啊，我们功夫才得力。第九尊，心修庄严床天王。日月星都是表光明的，太阳表根本质，月亮表厚德质，要清凉，心修表多，佛家讲无量光，表这个意思。心修的数量是数不清的。我们凡夫肉眼在晴天的夜晚大概可以能够见到的这个星宿啊，有6000多颗，我们肉眼能够见到。如果用望远镜至少会超过10万颗，那望远镜的倍数越大，你见到的数量越多。所以这个是显示无量光的意思。庄严不但庄严性德，一定要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个庄严才真正有意义。无量无数的光明，比如什么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事事物物、点点滴滴，都与般若智慧相应，取这个意思啊。小到穿衣吃饭，古时候赵州和尚常常叫人去茶去，都与般若智慧相应。这个里面高程度的不是我们凡夫能做得到的，不但我们做不到，我们也无法想象得到。那么这个就暂时不谈了。如何落实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这个重要。先前一定要得受用，点点滴滴不迷，点点滴滴不喜，点点滴滴不染，那就是心修庄严床所表的法门。
换一句话说，日常生活当中啊，要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怎样才能保得住呢？念念为利益一切众生，不可以有一念自利之心，你能保得住？如果有一念自私自利的心啊，觉真境就保不住。纵然这一念相应，第二念就不相应，真的像石火电光一样，保不住啊！我们看自古以来啊，这修行的大德们，他们的成就就是能够保住。古大德，无论是宗门教下，祖师大德常讲的保任，就是这个意思。保任是你要保住啊，不要失掉啊。一念相应好啊，要念念相应才行啊。这个名号里头实在讲的时候，就是显着念念相应，有这个意思在。幕后这一尊可爱要庄严天王，这就如前面所说的，前面第五尊可爱要妙目天王，总指六根，此地这个可爱要庄严范围就大了。六根、六尘、六识，尽虚空遍法界，事事物皆可爱乐，这才是真正的庄严。那么这个庄严落实，实在讲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是极乐庄严，万事万物当中找不到一样而有缺点。如果里面还有一样有遗憾有缺点，它就不能叫极乐。这个名号可尊可贵，稀有难得，所以是地上菩萨才如这个境界。我们只能够仰慕，要知道确实有这个境界，我们希求，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如理如法的修学，也能够达到这个境界。那么这是十位上首表法的意思，就介绍到此地。下面经文，如是等而为上首，不思议数。这是总结余会的数量。每一段经文开头总结意思都相同，
纵然这上首菩萨的名号啊，我们记不得了，可是这个两句的意思会很清楚，显示出啊，这个法会是尽虚空遍法界为道场。是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我们同学常常讲法界众生，是以他们为对象。经上说，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不得解。佛的音声奇特微妙，这一音能令一切众生，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都能够闻法开悟，佛以一个色相能现无量无边的色相，令一切众生见相发心，发大菩提心。见相他就能够证如啊，佛这个说法经典这一种文字显示甚深的意趣，然后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大放广佛华严经一切诸佛所说成说他说无永远没有间断再说，明白的人在在处处你都见到华严海会，在在处处你都见到毗卢遮那如来啊，不会的人当面错过啊，读华严经最可贵的体会这一层深意。幕后这一句借情念持一切诸佛所有名号，这个跟每一个团体赞叹他们的德行呢，有一点特别。他们都念佛，这是什么意思？这一段是斗率陀天呐，说的是什么？弥勒内愿，弥勒菩萨是后补佛，补处菩萨在那个地方等着成佛，
他在斗舍里面等着成佛。他怎么成佛呢？念佛成佛。你读了这段经文以后，你就可以给人家谈话了。弥勒菩萨修什么法门呢？修念佛法门。我有凭据啊，《华严经》上说的。修念佛法门啊，所以这个是不处菩萨上身之处啊。一定要修念佛三昧，所以是戒勤念耻，这个戒勤，戒就是戒息，没有一尊不处菩萨是例外的。为什么？他不念佛，他不能成佛。这个道理就是为时所变，为心所现。一念佛，你才能成佛；一念菩萨，你就成菩萨。念什么就现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你心里想佛，你这个时候就是做佛啊。我们念佛法门的理论，在《观无量寿佛经》里头啊，两句话吧：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个是念佛法门、念佛成佛的理论依据。是心是佛，就说你原本是佛。你为什么现在不是佛呢？你现在是心是凡夫嘛，所以你就变成凡夫了嘛。如果你贪心重，贪爱五欲六尘，甚至于贪爱佛法，你只要是用的贪心，贪心是魔鬼呀。是心是魔鬼呀，是心做魔鬼呀，你不糟了吗？你去做魔鬼去了。一念嗔恚心现前，是心做地狱。这正是古德所谓的自心弥陀，唯心净土。这个自心跟唯心四个字涵盖一切法，哪个法不是自心？哪个法不是唯心？我们今天居住在娑婆世界，唯心娑婆啊。我们带的人生自信人生，唯心过土啊。然后
你逐渐逐渐的会觉悟，你会明白啊，人生宇宙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可是不能用思维，落得思维也越想越糟糕，越想越糊涂啊，不可以落在意识里头。所以佛家教给我们参究，教我们观照啊，观照参究是不用心意识的，这样才能体会，落在心意识里头就坏了，迷了，不觉了，被污染了。那我们不会，不会不怕，只要肯念佛就好，只要老是念佛，依旧有成就。老老实实念佛，老实的条件九个字：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老实啊。这个三条缺一条就不老实，三条都具足：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叫老实念佛。真能老实念佛，业障罪孽极重的人都有救啊。为什么呢？老实念就是真忏悔啊，真的是把一切恶的念头都断掉了吧？恶念断掉了，恶的言语当然没有了，恶的行为当然也没有了。我们身口所造是意业在指挥呀，所以意是一切罪根呐。你是从根本拔出，你意业清净，你的意里头完全是阿弥陀佛。这个真正是儒家所讲的至于至善，没有比这个更善了。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才会死心塌地敬念佛堂，你在念佛堂才能得真实受用。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念佛堂念久了，念疲了，懈怠了啊，这个开始念的时候初发心成佛有余啊，祝佛菩萨来道护我来恭喜啊，念了几天之后懈怠懒惰了，诸佛菩萨都走了，不来了，你也感觉这个道场气氛不大对了，那个念佛的热情提不起来了，殊不知佛菩萨来不来不是他高兴不高兴啊，与他没有关系啊。诸佛菩萨常在，
金刚经上说的很好，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啊。诸佛菩萨没有来去啊，只有啊隐性。没有来去，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正如同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我们频道一打开，画面现前了，你问他有来有去吗？没有来去啊。诸佛菩萨的视线就像这个样子一样，所以是感应，我们有感它就现前。有感就好比频道打开，画面现前了，没有感的时候频道关掉了，它画面不现前了，它没有来，现前也没有来，不现前也没去。所以你感的许许多多菩萨在道场拥护是什么呢？你心里头有佛，你心里头有一尊佛，就感应一尊佛出现；你心里头有无量佛，感应就无量佛出现。都在你现前一念，那是不是我们要想啊一尊阿弥陀佛，或者想无量无边诸佛啊？你要这样去想啊，一尊佛都没有。为什么呢？妄想嘛，你在打妄想啊。那怎样才能见到无量佛呢？给诸位说，心量小就见小佛，心量大就见大佛。就这么个道理啊。我利益众生有量，那你就见有量的佛。如果你要是利益一切众生呢，无量无边，那你就见无量无边佛。你要常常发这个心啊，普度法界众生啊，常常有这个心念啊，有愿没有妄想，自自然然呢就起感应道交。所以你看看这个地方，借情念持一切诸佛，一切没有指一方啊。这个时候所现的是一切诸佛都现身了。我们肉眼虽然看不见，这是我们的习气太重，心不清净，我们眼见不到，但是我们能感受得到。感受是道场气氛不一样，如果诸佛现身在此地，你感受到这个气氛啊，可爱乐，会感受到这个气氛。如果我们心念不正常，念什么呢？念贪嗔痴慢，心里都有邪思，有恶念，那这个气氛就非常不好。
进入这个磁场，你感觉到很难受，一身都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妖魔鬼怪很多很多，他们现前使我们感觉到一身不舒服，一身不自在。那么由此可知，外面境界跟你说，无佛亦无魔，佛跟魔从哪里来的？你自己心里变现的，一念佛心，佛现前的；一念邪思，一念恶念，妖魔鬼怪现前，就这么一回事情而已啊。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你何必请什么有神通有法术的人啊，来给你家里除这些妖魔鬼怪？你自己就有本事啊。啊，什么本事？一念清净心念佛，你就把整个气氛转变过来了吗？自己有本事啊，不必去求人啊。我们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境随心转，只要我们自己不被境界转，能转境界，你就聪明了，你就行了。转境界都在一念，凡圣在一念，邪正也在一念，然境还是一念。我们大乘佛法念的这么多，如果连这个道理都没搞清楚，这个方法都不会用，我们的佛法就白修了，经是白读了，也白听了。所以一定要学佛菩萨能转境界，转境界最殊胜的、最稳当的、最快速的，无过于念佛。念一切佛里面，无过于念阿弥陀佛。所以此地讲，一切诸佛所有名号，也可以说这一句就是指的南无阿弥陀佛这一个名号，这一个名号啊，就是诸佛的名号。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所讲的，弥陀名号就是诸佛名号，他老人家说的。可是我们细细想想，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不能说没道理呀。何以故呢？因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念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会上代表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如果能从这些经文意思上来观察了，阿弥陀佛就是一切诸佛的名号，能讲得通啊。念这一句名号就是念一切诸佛名号，念这一尊名号啊，一切诸佛都现前。这个可能呢，不是不可能呢。你要把这个理事搞清楚，你一定欢喜念佛了。把念阿弥陀佛当作我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事情来办啊！不仅在念佛堂念佛，一切时一切处啊，一切境缘之中啊，总不离阿弥陀佛。这个人他怎么不成佛呢？他怎么不往生呢？肯定往生啊！肯定这一生当中圆成佛道嘛。不处菩萨是这样修学的。那你要不相信啊，将来到极乐世界，这个弥勒菩萨是每一天都到极乐世界上班去的。你见到他不妨向他请教请教。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念持这两个字，我们也都要略略解释一下。念是精心，你现前心里面真有，这个叫念。持是保持不失掉，也就是不间断。那个念呢，就是不夹杂，夹杂就不叫念。你看他念的多么专，多么纯。那个功夫达到这样精纯，没有杂念，那也许有同学要问我，那我们还能办事吗？你出家人可以不办事，我在家人还有事业，还有家庭啊。我要顾虑家庭，顾虑事业，那这不叫夹杂了吗？对，起初啊，你会夹杂，功夫到纯的时候啊，不夹杂了，不夹杂照样办事，不但照样办事，事还越办越好。不要去思考啊，那个事情办得很圆满。不费一点功夫啊，样样事情都办得圆满，办得成功啊。没有人能跟你相比啊。你能相信吗？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从他这个样一个样子，就能够联想到所有的样子了。
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这是他的工作吗？试问问，他有没有夹杂？没有夹杂。讲经说法，从来没有去想想过的呀。一切众生，无论在家出家，各行各业，遇到释迦牟尼佛，向他老人家请教，随问随答。释迦牟尼佛没有通过思考啊。你问的这个，我想一想再解答你，没有啊。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去学习一下再来解答你，没有啊。没有通过思考，没有通过学习。你看这一桩事情，他做得这么圆满。然后我们就明了了。他无论做什么事情，不需要学习，不需要通过思考，样样都能做到究竟圆满。这叫住真实慧呀。真实慧从哪里来的？从觉真经来的，换句话说，从念佛来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念佛从来没有间断过。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体会到一点，华严经上所说的舍利菩萨，十宗不离念佛。十是初地，宗是最后等觉。这是一个位次。到这个境界了，没有离开念佛的。换一句话说，真正做到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永远没有间断。念持这两个字做到了。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登地的菩萨才做到。心里头真有佛，除佛之外一切都放下，不再放在心上了。心真正做到清净平等觉，觉就是佛。清净平等里面就没有夹杂，没有妄想啊，妄想是怀疑，没有了。所以这两个字的意思很深，我们平常要学。我们学也学不会。毛病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了解的不够透彻。认知不足，毛病产生在这里。如果我们彻底明白了、了解了、认识透彻了，你自自然然意念不会间断了。
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佛啊，他教给我们的方法都是六根净念相继。此地讲的借情念持就是净念相继。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我们要认真修学。我们是凡夫，一品烦恼未断，能不能取上上品往生？善导大师给我们说能。他老人家说的有道理，九品往生总在于语言不同。为什么会九品？是你遇的语言不一样，你遇的语言殊胜。什么叫殊胜？搞清楚搞明白，那个语言就殊胜了，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真正能够懂得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是第一殊胜的语言啊，上上品往生啊。语言不殊胜的品位才下降啊。道理在此地，善导讲得好啊，与经义相应。为什么呢？这个经里面讲这个法门是平等法，平等法里头有九品，那个平等的讲法，那只有是语言不同。上根立志的人遇不到语言，他品位低呀。下下根的人，造作罪业极重的人，如果语言殊胜，他的品位一下也提高啊。这才叫平等法吧。诸位啊，细细想一想佛在经上讲的这些境界，我们然后呢融会贯通，这才能断疑生信啊。清凉大师在这一段注解注的文字比较多，可见的他对这个念佛很重视。幕后他说一注如来同一法界提得君故，这是解释一切。为什么说念持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同一法界，法界也叫法身。我们常常听到经上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那么他这个地方讲的一法界，同一法界跟同一法身的意思完全一样，替得君故啊。君是君平平等啊。他真的说是念，念是什么？念皆明记，这个解释的好。念是你常常记得住，明记明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忘记，时时刻刻念念之中啊都没有忘记，这叫念啊，不一定口念啊。
所以我常讲啊，这个念是你心上真有，那就是念。心上真有，他此地讲明记。我说心上真有。我们两个人讲法不一样，意思一样。可见的这个念是从心，不是从口。但是口念，最初学佛要口念。口念是令心明记，它作用在此地。口不念是忘掉了。所以念佛人因为自己无始劫以来烦恼习气很重，必须要靠助缘。那缘殊胜吗？要靠助缘。助缘什么呢？供养佛像是助缘，看到佛像想起来了，听到佛号是助缘，听到佛号记起来了。那么现在自己如果念累了忘掉了，念佛机很好啊。那念佛机一天到晚24小时不间断，你常常带在身边，常常提醒自己。毕竟娑婆世界众生，文殊菩萨讲得好，耳根最利。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眼必须眼看到佛像，你才想起来，佛像在背后看不到了。可是佛号这个音很圆满，不管在哪里都听到。所以佛号的音声呢，比佛像更要殊胜，圆更要殊胜。那么我们自己念佛，不但提醒自己，也提醒许许多多众生。这许多众生呢，包括有形跟无形的。有形我们肉眼看得见的，无形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有一些鬼神呢，我们不要理会他。不要去执着，不要去分别，我们只一心一意去念佛。纵然是过去生中的冤家对头，他看到我们这样恳切，这么专心念佛，算了吧，别找他麻烦了，也原谅你了。如果看到你念佛不专心还打妄想，这个念佛都不老实啊，给他一点教训，找你麻烦嘛。人通此心，心通此理吧。所以妖魔鬼怪有什么可怕的一心称念呢就没事了。最怕的是对佛念佛了信心不深，为什么呢？还怕妖魔鬼怪附身还怕道场有什么来扰乱。你对念佛没有信心，对诸佛如来的护念没有信心，对于龙天护法没有信心，从这个地方看到了你老不老实？你不老实啊！真老实，哪里还管这些事情？真老实人天下太平，真老实人龙天护持，诸佛护念。不老实的人，妖魔鬼怪来捉弄你。
他这里讲的好啊，你能够铭记，底下讲的而慧愈增，你智慧在增长，持而不忘，故无间断。啊，你能够做到不间断，以佛为镜，和五尘之能惑，念念是佛是境界，什么妖魔鬼怪，《楞严经》里面讲的五十种阴魔都没有能力迷惑你，换一句话说，都没有办法来干扰你。清凉大师这个注这几句话讲得好啊！啊，我们要好好的去读啊，细心去体会，应用在我们念佛功夫上，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诸位云无比殊胜，那是善道大师嘱咐你们呢。大家个个都是上上品往生，那上上品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啊！啊，不需要待很长的时间呢。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